要来教大家如何画出我脸上这个很有春天感的干燥玫瑰妆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是妆前保养，只要保湿有做足，再加上按摩，就可以让妆容更服帖。所以妆前切记一定要做好保湿的工作。使用 Hera 光晕霜搭配 Esper 粉底刷均整脸肤色。接着使用 Revlon 的超持色清透粉底液，混合 Etude House 的 BB 调和式底精华，以2:1的比例混合后上妆。是遮瑕部分，使用 Revlon 超持色清透遮瑕棒，用自然肤先盖掉黑眼圈。接着使用浅肤色打亮眼周、T 字、下巴、法令与唇珠部分。部分使用塞上的修容棒，在脸周、鼻子跟发际的部分打上阴影。太阳穴有凹陷困扰的人也可以使用打亮产品修正。修容做好以后，就可以使用海绵把打亮部分轻轻拍匀。再把海绵翻面推开阴影部分，都推匀后，再将海绵翻回打亮那一面。若是全脸修容，才能让妆容更精致。定妆部分使用 Edelweiss 的防晒蜜粉，混匀后轻拍全脸，脸部笑肌处不上蜜粉，保留光泽感。最后是我很喜欢的 Becca 打亮饼，使用刷具在颧骨、T 字跟下巴打亮，这块的光泽感真的非常美。也可以使用指腹沾取加强想打亮的部位。然后我们的底妆就完成啦。接着使用 Kate 的双头眉笔，先使用眉翼部分帮眉毛打底，再使用眉粉部分帮眉毛补色。眼妆先使用 VDL 的眼影打底膏打底，眼影部分使用 VDL 的腮红打满整个眼窝后，用手指推匀。现在使用 Maybelline 的 Blush Nudes 右上方那一色，上满眼皮1/2处，再使用刚刚同样的腮红画下眼影。接着使用 Becca 打亮饼来打亮眼头，接着来画眼线，使用 Vanilla Code 的气垫眼线胶，今天是使用酒红色。使用笔上残余的眼线画下眼线，从眼角往眼中轻轻带过去。使用符合自己眼型的睫毛夹，将睫毛夹翘。我是使用 Shiseido 的。
睫毛膏今天使用 Excel 双头睫毛膏的咖啡色部分。接着使用烫睫毛器，我是使用 Panasonic 的。腮红部分使用带点珠光的深粉色。唇彩的部分使用 Clio 的唇膏轻点唇部，再用手指推开，我们的妆就完成啦。那有看到影片最后的人，恭喜你们！我现在要送你们礼物啦！我这次要抽奖送大家瓜牛礼盒，是Holika 的，之前去韩国买的，这次要送出两盒。礼盒里面有什么呢？礼盒里面有一片面膜、化妆水、精华液跟乳霜。听说这片面膜非常厉害，我自己是没有用过，因为我想说买来送人，这次就送给你们啦。那抽奖的办法，抽奖的办法很简单，就是在这则影片的下面留言处留言告诉我你为什么喜欢我，在什么地方或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，就可以抽奖啦。希望大家会得奖。那抽奖的期限就限定好一周后我会公布谁得奖，那我会在他的那则留言下面告诉他说他得奖了。对，那就这样子，那希望大家可以抽中啦。那大家也要记得来看留言哦。为什么想要送大家礼物，是因为我频道也成立了3个多月了，我得到了很多很多你们的爱，就是我没有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跟喜爱。我当初本来以为频道可能真的就是会没有什么人看，但没想到看的人跟订阅人数跟浏览率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。那真的很谢谢大家，所以我想要送礼物给你们，今后我也会继续努力的。那喜欢我的人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。如果你是第一次认识我的话，哦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帮我按个 like。 大家再见。谢谢你们支持我。那有很多地方，有很多不对啊，你们分享过去我看得到吗？我再想一下。